我已经不想理他了，快！啊！你知道你在讲吗？你们好吓到！熊熊也有叫啊，叫好大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牛铃先生 Mr. Cowbell。大家也许有看过前阵子我们拍过一部《殡仪馆助理》，然后遇到阿嬷复活的影片。没看过可以去我们频道搜寻，然后看一下哦。这次我们一样找到了一个恐怖游戏《翌日》来让巴拉玩。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要订阅我们频道哦。那么影片开始。好啦，大家换我玩了哈。前面有熊熊跟雷禅帮我铺梗了，我来压轴。带大家玩，这个故事就在讲哦，这个孙女回来找阿嬷哦，孙女说又是阿嬷，好了，那就是一样，我们去找阿嬷吧。开始，昭和的呼唤声，就是昭和的 JK， 你眼睛是警告，请注意，是 JK 还是 JC 不一样哦 ？JK 不是女高中生啊 ，JC 是女高中生。你是变态，干你靠背啊！怎样啦？没有，没有，女小学生。你看这个，咱下车了，我要去找我奶奶。那看起来发育很好，大学生吧？欸、这还不错哎、欸。我讲什么东西啊？看起来像大学生。哎、欸，幽暗的幽暗的殡葬列车有没有看到？靠腰，他的那个盖雷禅放啊，幽暗啊，雷禅玩的这一款。哦，有水井哎，阿嬷家就是特别的有乡下的感觉哎。你为什么突然出现呢、啊？还没来第一天而已。哦、阿嬷，阿嬷你好，阿嬷你好，哎、我又来了哈、哎，不好意思，我迟到了。所以呢，哎，不好意思呢。好来哦。嗯。阿嬷，你家有没有问题？我有认识一些结界师呢，那个吸尘器长怪怪的、喔。哎、欸，这吸尘器怎么多一个头弯上去？阿嬷，你有用这种吸尘器啊？死鬼啊！死鬼！你看阿嬷的发型看起来也怪怪的。阿嬷，你死鬼呢？哎、欸，阿公不幸就是去年的时候不要看，不要看，不要看，把它关起来。阿公过世以后就没看过你了呢。对啊，这是谁？阿嬷，这是谁啊？阿嬷。今天晚上吃咖喱饭哦。哎、欸，他是谁啊？难得，难得，不是的。他是谁？阿妈看不到了，阿妈看不到了。天哪！地上？什么地上？地上。哈刚抖了一下、哦，把他抖很大力哦。我要回家，妈妈，妈妈，妈，我要回家，我想要回家。妈妈，那个电波吼，那个电话打不通，是不是？对啦。哦，那怎么让我带手机干嘛、啊？然后回来，妈妈，你赶快回来。有福片打哎、欸！啊，福片打过去了。那是必胜客啊！不是，他说他想，他真想早点回去。啊，真想早点回去。好的。啊，这是我那个邻居欧巴桑的，欧巴桑来吃冰棒。阿妈就要上来。阿嬷叫他上去哈、啊。阿嬷、哦，不是啊，你好好走路啊，走啦、啊，冲快的，哎呦呦，威的呢。家这房客不太有气气，重伤。他也知道镜头没有拍到他。哎、欸，哦，很会，很会，很会。哎、欸，不是，够了，可以了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那这部给我看阿公了。对对，阿公，阿公，阿公，没讲过来。哎、欸，你来了，是这样吗？应该差不多意思。我会讲光啊。阿公不是，阿公你不昨天不是就嗯、啊，先生你是谁？哎、欸，啊，我隔了整天冷啊。啊，我要吃饭，我要吃晚餐了。哎、欸，今天房客没来吃饭、啊，他在你后面。阿妈驼背越来越严重了。阿妈，你这样，啊，今天晚餐又要吃咖喱饭啊？阿妈，不要这样卑躬屈膝。你不用这么卑微，没关系。对，第三天零点，嘿，你是跟那什么什么第一遍，从地上地下第一遍有没有奇怪的东西？真的。对，然后巴拉还是一如往常又被吓到，我抖一下，抖一下，我们就变成电话亭了。你手机呢、欸？手机呢？哎、欸，对，你一开始拿父亲手机是不是？然后他问说：“妈妈，那个爷爷是不是还活着？”哦。对啊，我就觉得奇怪，爷爷昨天不是已经是一张照片，然后怎样通灵？靠，今天真的在天能呢、欸，通灵之术哦，那个是已经算灵小灵堂。哦，真的变杂货店了。原本的，原本阿公和阿姨变成爸爸和小女孩哦。杂货店，哎、欸，那个倒影上面有杂货店。
不是啊，你不要吓我，不要吓哦。然后他等于没有拍我肩膀，不要吓哦。私のこと見えてるんでしょ？他问你是不是可以看得到他？走吧。哦，BGM来了！这游戏越做越越做越勇。什么 BGM 呐？哇，快点啊！我是按 Enter 啦。这个是奶奶放的。奶奶放听众音乐哦、喔，不要阿公哦、喔。你要打开门哦、喔。我觉得我经过阿公会出来，而且那个。阿公，你玩口味很重哦！我玩里面玩的那么爽哦！阿公，你像唔当唔当唔当，阿公很色，阿公是色胚子。我已经不想理他了，快！啊、你知道你在讲吗？你们好吓到！熊熊也有叫啊，熊叫好大！熊熊好怕、啊，熊熊你不要那么怕啦！熊熊只会叫我，我你卡仔哦！熊不会叫，嘿，嘿，熊已经没有嘿了哦！哇，差不多，雷禅笑到坏掉了，你看。哦哟、哦，你很烦呢、欸，你是食物啊、哦，你这样不卫生呢、欸。卖茶，卖茶。地婆爷，哎呦，这边那个，虽然变暗，确实是的。我做效果啦，靠杯哦，靠腰越来越烂了呢。电话亭，他、啊、那个电话亭越来越烂了呢。电话亭变成那个塑胶。妈妈，你可以快点回来吗？昨天我看到一些非常母汤的事情，阿公在房间里面。嗯。我烦了，他真的是冲杀啊！哦，他问你，嘿，啊怎样？要不要吃哈密瓜啊？啊，吃哈密瓜。哦，我蛮惊啊，你看。没你吃饭呢？靠，他叫我去吃饭呢、欸。其实他是你妈。哎、欸，叫爸爸。好啦，好啦，一群人在那边夹崩啊，痛啊笑。你啊、欸，阿公。叫爸爸，叫爸爸，叫爸爸。你们是青蛙哦、喔。不是，那阿贝变小朋友了。那小女孩也不见了。走啦，走啦，走啦。后面战争呢、欸？哦，战争哦。阿嬤你还是一样老呢，不管你活到大正令和什么都一样老。家里是不是有谁啊？怪怪的啊！是奶奶超意，看关键字然后随便兜。对对 对, 對，阿公玩的还没有把钱。阿公你这样没在啊？越玩越高了。哦，阿公越玩越刺激哦。阿公你怎么还在？阿公你不要蠕动，拜托。阿公不要再玩。阿公后面子的。阿公，阿公，阿公，你这样不当啦！阿公，你这样花了多少钱？跟我讲一下。阿公，你这样没有黄标。对哦，阿公，阿公被吸干了，阿公被吸干。原来里面这么多人，难怪这么嗨。嗯，是怎么样？还是家里那个人是谁？卖菜。他问你要不要吃哈密哈？哈密哈，不吃哈密哈。阿嬤，阿嬤，阿嬤，我阿嬤，你不要再过来哦！阿嬤想要你的身体，真小，阿嬤还打阿嬤不用这样子的啦，阿嬤很常爱阿嬤你的是不是？哎，这个不行，这个已经变投影片等级了，换灯片，换灯片，换灯片。我说你麻辣终于没吓到，这不会吓到的，怎么放看啊？公子。这代真的比较恐怖啊！妈妈，你快点来接我，我好害怕、啊。昨天妈妈就来了，有来啊！哦，昨天妈妈就去接你啦。啊二，妈妈你是载到谁啦？你丢高哦！载错小孩，妈妈载错小孩，自己小孩认不得这样。哦，好了，我今天早上去接你。电话不接了，家在呢，我要回家了，先回家吧。今天已经时间静止了。阿公，你在家里玩不够，还跑来外面玩，你真正有够恐怖。所以后来把它填起来，然后种树嘛，对不对？嗯。哎、欸，连话都倒转了，是吗？因为今日啊，日今，对哦，对不对？哦，哎、欸，这是天冷哎、欸，他、哦、这是天冷，嗯，
整个真的是倒转系列。把整个家玩坏了。阿公呢？阿公気持ち呢？是阿公战争的时候死掉了吗？不知道。阿妈要变身了吗？お前は去年哦。阿妈死了。死了。死んでいる啊。阿公在上面呐、啊。对啊。欸、他一直逼阿公，你不要。你快走，你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。不能动啊！又不能动了。不能动啊！不能动。没事啊，走了再慢也不会死啊。干对啊！我真的好想把这个批那个《院大战的音乐。砰砰砰砰砰！对，走再慢也不会死。好多阿妈、哦，王虫。不对，为什么你要一直转头？因为就在看。你还好吗？你赶快看了，不要一直看我。麦，不要等我偷招哎！哦，哎、欸，这哦。不知道讲什么了，快点啦！放拳头啦！哦哦，好丑！我从昭和时代把你赢过来，是不是？因为我想要你的身体。嗯，应该没有吧？他没有讲到这一点啊。啊 ？Why？ 那现在是？啊！你死啊！我死了。你死啊！那我玩这么久干嘛？就像大蛇王想要抓佐助一样。他喜欢小朋友吧？卖炸啦！他跟你说了吧？跟你讲了，然后他又卖过来哦。进来，又进来，再舔着脸哦。不，哦，哦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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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！不是啊，我要看一下你不是什么。他又这样突然间给我 jump scare， 很悲伤。好啦，那各位，我们 Tsukunoki 系列这个最新版本，我们把它玩完了，好不好？那有，那之后如果有再更新的话，我们再持续的玩，说不定再给其他的。对，这最新的了。那它还好几个是不是？我不知道，好几个。哦，还好几个其他的版本是不是 ？OK。那感谢今天大家收看，拜拜。